球场它是这个人工草球场，那当然人工草球场跟天然球场不一样的就是说它比较不会有这个草皮被擦到掀翻起来的一个问题。嗯嗯嗯嗯，看起来草皮还不错哦，真的。对，好了，这边攻势来了，给中上门，球进了，礼貌，真的有礼貌啊！哇，在29分钟，哇，踢进了台中福特洛，啊，分数追平了，1-1平手。哇，这个刚好传中啊，一个劲射破网。这位真的是台湾啊，现在本土来讲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前锋啊。对，这个时候终于是发挥出威力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球，他跟陈昭安这个配合合作无间啊，昭安是杀到了底线，然后李茂刚好后上，这个球传得多轻松啊！他的右脚刚好就是